固当以皇庭，巡养三分级。所谓三分级，就包括巡养宫、巡养船、巡养监。下面跟大家演示一道武当巡养监。巡养监是在武当山笔名流传，在道家里面的一道秘传监法。80年代初期，刘立行道长在武当石河山那个长君馆秘传巡阳监，有巡阳监，它里面包含有龙兴道长的龙吟剑法，因此的话呢，当时刘立行道长为了纪念师傅啊，走失一代，因此他也把这个剑称为武当巡阳龙吟剑法。所以我们今天演练的这套巡阳剑是武当巡阳三级里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巡阳剑它主要是舞剑的方式与一般的剑不一样，一般舞剑都是两指定于这个剑柄，这个丸子用力把这个右拐定于这个剑的这个侧边，像这样的一种起势方法。而且这起势方法的话呢，在一般的剑法里面都是这样的。这个道家的他的这一套剑法，他的起势不同，他是随意的把剑倒提，因此的话呢，他这叫提剑啊，他这叫提剑。他巡视的拿了剑，他就在随便提的。巡阳剑的特点，就是正如川普上说的“风吹火花”，所以说他这个剑弯道也像巡阳船一样，要像风带吹的火花一样的左右旋转、摇摆的那种自然景观。因此的话呢，他有8个字叫做“风吹火花带皮刺杀”，带皮刺杀是巡阳剑的剑法。它代表就是说通过这种剑法的是不是啊这个演练，而是这个它的剑法的这个巡阳剑的风格要达到风吹火花左右摇摆这样的一种姿势。而且它行剑走步的时候要腰似龙蛇左右转，穿连脑部随心禅。因此在这样的一种风格下啊，这个风格的前提下的话，要做到巡阳剑的16种剑法，即带皮刺磨、崩了点挂、穿扫结抽、隔隙夹牙。现在我与大家共同来学习这一套巡阳剑。